今天是我们两个一起出动啦、啊！耶、yeah, ，今天不是自己一个人了。是是是，第一站，我们先去拍照。Let's go。耶，打卡成功！这个就是我的第一站啦，角落生物的 vending machine。哎、我们看到旁边一堆扭蛋，有人忍不住了，Let's 扭蛋！先生想要扭，小小 Uno game， 正常的黄色的 ，OK，Let's、okay, go。我的是蓝色的。哦，它这卡真的可以玩的了。哇哦！我觉得买这个不错。我们来继续扭这个，那时候拿到这个、这一个，还有这个 firework 的。Oh my god! It's the green color one. Oh, 这个我也有了，准准最后300。一个，两个，三个。绑色。耶、yeah, ，不一样的，拿到是这个。好了，我们现在要跟扭蛋，角落生物贩卖机讲拜拜，我们要往下一个站前进 ，Let's go。耶，我们现在在。日本橋。Yes， 我们现在要去吃一个 early lunch。我们现在去吃乌冬。Oh my god！ 现在是11:30，我们几点会吃饭？So let's 慢慢的等吧。A few moments later， 我们等了一个小时喽，我们到了他的门口了。是的，耶！希望我们多十几分钟就可以进去，好吧 ？Later。历经一个半小时，我们终于进来了。好了，我们现在赶快要 order 了，赶快就要吃吃吃。耶！ Yeah, 就是麦茶耶， yeah, 我喜欢的麦茶。我们点了一个炸蘑菇，我们来 try 吧。好吃哦。它带着那种蘑菇的清香。还吃？哇！你看它的乌冬面，超级的宽，还有两个 sauce， 我选 soy sauce 跟 sesame sauce。好吃，你看，好吃哦。它酱青蛮香的，很焦的。我们来 try 这个 sesame 的。这个感觉像是中国那种芝麻酱。我觉得它真的是冷的比较好吃，那个烧的我就觉得比较麻。这就比较不同一点点，它的烧的是软软的，它的冷的是有嚼劲。我来 try try， 它的饭是有点偏 brown color 的。它是吸饱了那个菜的味道，还有那个香菇的味道，它是蛮够味的。来吃一个炸的，噔噔噔。
好贵哦、喔。而且它非常的薄，它的肉又非常厚。耶、yeah, ，吃完。这里他还有卖他的限定商品，这是只有尼环巴西的店的土产哦。这个就是他的一片一片的面。那这里还有 keychain 好可爱哦。这是刚才那个碗，他的面在这。我们刚刚从后面这边出来了，你们看到后面还是长长的 queue， 太可怕了。满足的一餐，太棒了， yeah, 好吃。喜欢那个 soy sauce， 你呢？我也是喜欢soy sauce，他的饭真的很好吃，分量也很多，很饱。他的 tempura 超好吃，真的是很薄很薄的面衣，连锁住他那个鲜味，真的是太好吃了。果然排一个半小时，蛮值得的。好啦，我们现在往下个地方前进 ，Let's。的第一个贡茶，好喝，这杯牛奶的味道，而且它加很多料哎。根据我们的今天的重点就是，Sunshine City， 接下来有一个鲷鱼烧，这个是它的 menu。还行，哇，它红豆超满的。我们现在来到 Pokemon Center， Kitty Land is here， 就是这里了，满满的 Gachapon， 我们的快乐天地。耶，所以我们现在先去晃一圈，看我们要扭什么。Let's go。你可以扭一个 One Piece 的扭蛋，里面还有四颗迷你的可以放进去。他们的 baby 的时候头发都没有多少。又看到了我的豆豆眼系列，超 cute 的，这是各种 Doraemon 的小 equipment， 这是那个记忆面包，这个是 Dragon Ball 的各种道具。这里过一个 bridge， 这里还有哦，这个 baby 超可爱，这是 sushi 的，等一下出新的，这个这是 strawberry fair 的，哦，它为什么歪头，好可爱哦。对的，它本来是盆栽，这个是盆菜。看这个大虫，超好笑的。这次扭蛋也太成功了，好厉害哦！真的是想要什么有什么。我们现在去解决那些扭蛋壳，你们的空的扭蛋壳都可以放在这里哦。现在要 move on to 下一个扭蛋 place， 我们来带你看看池袋除了这个3000多个机台的这个 area 还有哪里呢？就是这里啦。先生对这个 trolley 很有兴趣，他觉得很酷一下。看到 Sanrio 的这个是 princess 的。我要看我们扭了什么 ，Please go to 我们的扭蛋合集哦，我会放在这儿。我们现在要去吃东西啦！出来，现在就已经天黑了。好啦，就是这个肉桂，一盘130 yen 的哟。吃饭时间，所以满满的人，我们就坐在旁边等一会儿吧。他现在有 menu 了，而且还有英文的，好棒哦！
虾蘸了喽。我的 favorite， 来日本一定要吃甜虾，甜虾真的很好吃。开动！第一个先吃甜虾。嗯，好好吃哦。第二个就是这个。油亮亮的，嗯，看它的茶碗蒸，好吃，嗯，超嫩的，这个是义乌，我们把桌上的都做完了 ，Let's go for second round。我们的第二轮上啦，开吃。好吃，啵啵啵，我们点了一个 scallop 的，看好不好吃。吃了，吃了。好吃。那个毛电影之类的。这是那个小的啵啵啵。我怕他都吃不了。这是 tuna。这个就是它的价钱啦。最后总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十三盘，一个人十多，嗯，算是很便宜，而且它是真的好吃哦。我现在赶快去 shopping， let's go， 来到 ABC Mart 来买我的鞋啦。看到我要的鞋啦，就是这个 New Balance 的哦，它这里还有青色的哎，我那时候只看到这个紫色的，太漂亮了吧，绿色的也很好看。Hello for more sneakers。我的第二双 New Balance， 哇，它真的是美到发亮哎！又买一双鞋，我们现在要往新宿的方向去啦 ，Let's go！ 点了一个，这个是 mix shine muscat 跟 normal 葡萄，还有 choco banana cream。OK， 我们来开吃吧。先吃水果。嗯，哇，不一样哎！日本的 shine muscat 不一样哎。好好吃哦，嗯，我们要慢慢品尝我们的 dessert 了。最后了，我们来 Family Mart 找一点小零食。这个是它的期间限定 Sweet Potato Cream 白福菇，还有这是我们很爱很爱的这个炸鸡。哇哦，汁水超足。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 stop 就是唐吉诃德，噔噔，因为它是 24 hours， 所以它就是我们的最后一站啦。Yes， officially end the day 了，现在是10:30。耶、yeah, ！我们现在回 hotel 啦，终于可以休息了。是的。So that's the end.
after this vlog, don't forget to bye. Subscribe and show the down. See you in the next vlog. Bye bye. 喜欢我的 video 记得 like subscribe 还有点击小铃铛。